最开始带您关心春节前夕警方进行威力扫荡，新北市三甲警方封路执行盘查勤务，结果呢一辆汽车飘出阵阵怪味，一闻发现根本就是毒品彩虹烟，驾驶他说是中午抽的，只是味道还没散去，但是警察不采信，认为他当时根本是一边开车一边抽，结果呢一搜车还发现一把震爆枪支，当场将他移送法办。警方封路威力扫荡盘查，这台车却发现飘出怪味道。混啦，什么混？彩虹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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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彩虹烟就是无同。民警一闻，经验判断是毒品彩虹烟，驾驶声称中午抽的味道还没完全散，但警方怀疑他根本边抽边开，继续搜更不得了。什么名烟啊？震爆枪！震爆枪哦！啊、你炸的被送啊？除了八包毒咖啡包、17支彩虹烟，还随身携带震爆枪，到底要干嘛？警方还要查。同一盘查现场，警方还查到失窃车辆。车牌不见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先查一下我们系统，如果确定已经撤销了，那当然是最好。驾驶一头雾水，说车子跟前女友一起买的，先前说好车子给他用，没想到前女友日前报案失窃，让他被依侵占罪送办。春节前夕，警方加强拦截扫荡，查到毒跟枪，还有失窃车辆，通通被移送法办。记者马世杰、杨文豪，新北市采访报道。